看你怎么坐着呢。趴下，前面就是一个下坡了，然后把它放进去，多美啊！这是放不下它了，筐子里放不下它，然后就在这边就这样站着，威武霸气是吧？坐好，坐稳。不管是什么路，我最怕的就是过隧道，心里没有底。马上出隧道。哦，终于出来了。刚刚在隧道里面突然之间窜出来一个人，可把我吓坏了，是个拄着拐棍的老大爷，我还以为是什么脏东西呢，哎，弄得我心惊胆战的。睡一觉，然后手机没电了，在这边充点电。前方还是继续是上坡，还有15公里到达一个小镇上，然后去小镇上吃点饭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露营。今天在小镇上露营，睡一觉吧。今天早晨醒的比较早，6:30就起床了。然后弄一弄视频，传一个视频。塌方的地方，这一路过来实在是太多了。这边上面的房子，哦，太危险了。